英皇集团老板杨受成在参加某活动时被问到早前他说会送上物业作为旗下艺人钟欣同阿娇的结婚贺礼的问题，他回答他正在挑，随便选无所谓。对于传闻说送价值700多万人民币内地物业，他则拒绝回答说不说这些。对于阿娇是否在今年9月于香港设宴，杨受成给了肯定回答，并且表示这一次肯定要去，并且要去结账。对于阿娇生孩子问题，他表示不会催生，顺其自然，阿娇喜欢就行。儿孙满堂的杨受成谈起带孙子即眉飞色舞地说，带孙子很开心，男孙和女孙都很漂亮。谈及爱将天后容祖儿，问可有向他催婚，杨受成微笑着叹了一口气。问是否担心对方的恋情，他说不担心，祖儿和刘浩龙整天传分手，他们两个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祖儿的状态就很好。